Tony 系摄影系学生，以时速126英里跳降伞。在拍摄高清影片的同时，仲影埋相，完成他的第一辑时装拍摄作品。Tony 就是用他部手机做晒所有嘢。HTC One, as recommended by Tony Mac.